我实话实说，老实交代，怎么样？我进入循环了。你们本身以为今天的爆炸是车祸产生的，但在晚上会发现车上有炸弹，是不是？我要是没进入循环，我能知道这些吗？ 我这时间不够了，我一会儿就要走了。你们还有什么没交代的，赶紧都告诉我。你自己老实交代，肖鹤云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计划这一切的？